为了本大学生儿做的正经认识土著的文化，中央大学的通识教育中心开了越南语土著学的课程，透过观察族群，让社区认识都市的面貌，也连接土著的体验了文化资产，给了鼓励学生儿去体验探索土著，实现在地关怀，和个了解都市。放开他的艺术说头。学生的一类一类报告，自家去俾讨厌好内容，同强组同学观察族群同环境嘅用嘅，大部分样片同现场说明。学生嘅表示，大家单单唔系讨厌嘅，唔过睇学习嘅过程当中，认识了讨厌嘅历史人物同特色样貌。让我了解到说，哎，原来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人在这样努力的生活着，然后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惊讶，也非常惊艳的，然后也会让我想要继续去研究说，客家文化对我们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其他好的影响，这样子。平常感觉不会接触到那些，然后因为去参加了，就感觉又看到就是桃园更不一样的小地方。桃园好科群先生何灿明表示，人文课程鼓励学生嘅连接桃园嘅体验同文化自身，用课内谈嘅、批嘅、名嘅、食嘅一道五感感觉来体验探索桃园，认识在地嘅土地感情。当下的土地你不认识的话，你就没有情感产生，也就没有所谓的认同，那随意的人都对于你的城市做任何面貌的改，你都不会觉得可惜。那这个认识不只是历史的认识，其实才是最基础美感的提升，我们才会对于我们的城市的面貌会去在乎它。学生们强调，学生在地桃园听说一地桃园的事情，大部分课程的知识同有感经验，安尼学生呢就会有对都市的感情同在地认同，唔但将提升认知力，桃园咪唔但将系一道同大学来过的素材天天。下个新闻台湾台桃园报道。